来举办的哈，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不是邀请到我们大湾国小校长陈建明校长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欢迎。那人的六千亿元哦，啊，甲人的各位来宾哦，大家好。而且这个建民吼，只有一句话要来啊，大家报告，就是祝咱这届大会吼圆满成功，谢谢。但是也是给予我们这一次的展览，真是非常大的祝福。